我们比李佳琦低了多少？现在啥都不用卖了，你不说你啥都不用卖了。定眼的比个真还行。当就得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破价了，破了谁的价格我不讲了。对，他一个人假如有一百样东西，这个库存有一百个，他一个人就能卖七八十个。就你想想，那个这个商家该给谁合作呀？肯定跟哪个卖的多的。所以说他卖的多了，他就有权劫持商家。抖音官方也可以卖，对，不能卖那个货，我们比较低的就不能卖。我们也接下掉了。